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所以变成我自己是感受到恩膏的，尤其是当我接触一些属神的伟人，或者听你讲到大，是我有办法当我听大的时候，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是感受到同样有这种恩膏会留在我身上，会留过来的。然后当我侍奉的时候，这种恩膏连我身边的人都会感觉到的。咁而事实上，当然有啲甚至唔系当面见到我，系听我讲到带嘅，你都经历呢种恩膏。恩膏就系一个咁神奇嘅世界咧，你冇办法去量度佢嘅，你冇办法用科学去量度佢。但系问题，你会经历到佢，你会系好感受到，同埋你亲眼会见到佢同你讲嘅说话，并且亲眼见到佢能够行嘅神迹就喺你眼前。而事实上，你会觉得咧，当神指定嘅恩膏喺你身上，你发觉你绝对做到嘅。即譬如举个例，我在聚会当中，我感受到神是医治一些叫做慢性疾病的恩膏在身上的时候，我直常是觉得我什么慢性疾病都医到的，直成是这样的。而事实上，我亦给这个刚强壮胆，我亦给这个位置，我就会 call 啲位置那些人出来，然后即场为他祈祷，让他感受到个医治在他身上。这样的。而事实上，当我感受到神的恩膏在我身上很强的时候，我很多时候会是现场即时为那人祈祷的。因为即系你点都知道，就系话呢种系超自然噶啦，系咪？你因为喺台上你感受到噶嘛，而即时咧，当时嗰个人咧，即系你为祈祷嘅人都会感觉到。呢个就系点解带领神迹聚会其实系好令人着迷嘅吓，即系好容易让人咧，即系太过有优越感而迷失自己咁，所以变咗呢个亦系对于好多人嚟讲，亦系一个考验嚟噶。嗱，但系问题就系、是、我所讲啦，就是、一个教师咧，系能够将呢种恩膏嘅感受啦。怎样经历这恩膏啦，水向低流，让你能够不断灌注到恩膏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最重要就是留住这个恩膏。所以我在这里就尝试藉着这个灾灾，就是在这点当中跟大家去分析多一点。因为事实上你很难是详细讲到很多，因为为什么？因为不同的文化都有不同的方法接待先知的，有不同的文化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去水向低流的。譬如举个例，只是举个实质的例子，在中东啊，即是说在以色列啊，他们这些地方呢，他们直成是随便他们就愿意跪低呢，在一些领袖面前啊，去尊重他的啊，去让呢这个领袖呢，给这个领袖知道呢，他愿意去服侍他的。那但问题这点你不能够用在西方，你甚至都不能够用在香港。你这样搞法使到个先知直成是明白吗？打个突，直成是他觉得很尴尬。你想哇，突然间去到这个餐厅的时候，佢同你倾偈，你突然间放低晒啲刀叉，然后跪佢旁边听佢讲嘢。你谂下呢种接待先知法都几吓、啊，即系好似猪头骨咁，都几难啃噶嘛，系咪？所以变咗唔系话每一个文化我都可以讲到俾你听，但我起码能够讲到一啲原则俾你知道。而事实上我讲嘅方法不一定系合适，系啱西方嘅，但起码我自己咁用咧，系用喺中国人身上咧系 OK 嘅。但是问题记住，这个是讲紧在个人当面面前。但问题如果你听我讲到大，就如我所讲，我不会见到这些先知我跪住他。不会的，因为他又尴尬我又尴尬。而事实上这样反而更加使到就是那些恩膏流不到落来。因为你这样不是叫做成为人家的凉水嘛，是不是？但反而我听好受高的这些先知讲到大，我就会尊重，然后我跪低。因为那先知又不在，我又没有阻碍我的生活，但我是尊重了这个人身上的 office。尊重他身上的那个即时，是不是？所以变成这个尝试给少少心得跟大家去分析，而并且给你知道我在哪里去找到这件事出来呢，那大家你就可以，就算我没有详细教你都可以慢慢去了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里面用四十几章的圣经呢，就是记载会幕节期和关于人在圣殿里面要做什么。原来这个就是来自呢，如果我们翻翻去了解水向低流这个现象呢，就是我们所讲的五个祭和七个节期。这个就是神为什么将石安将圣殿山就摆在整个以色列的各界最高峰的地方。因为全个国家每一年去守这七个节期的时候，他都要向上行，明白吗？这个就是直成讲到，就是说原来神的恩膏就是去到怎样，就是按诗篇133讲，就是去到这个黑门山的嘛，是不是？而事实上在黑门山这个黑门金路啊，它的恩膏就在那里水向低流啊，
OK， 流到去整个国家个，其实原来神系做咗一个好得意嘅图片咧，就系、是、所以变我哋嗰阵时曾经花时间去讲关于上行之诗添啦，系咪？就系讲以色列里面佢有几个嘅节期里面佢指定做嘅独特做嘅嘢嘅，譬如节期嘅第一个节期同埋最尾嘅节期，你一定要唱诗篇一一八啦吓。而并且佢哋当佢哋上行嘅时候咧，佢哋一定有指定嘅上行之诗啦。当佢哋讲点灯节嘅时候，佢哋行落呢啲嘅梯阶嘅时候，会行一个梯阶咧，佢就唱一篇上行之诗啦。嗱，全部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呢个系一个好指定嘅活剧，但系我想知道就是，我净系讲呢几句咋，好多牧师一生都从来未知啊。咁讲咩恩膏啫？都乜都唔使讲啦，佢哋根本冇心机去研究，系咪？嗱，但系原来就系神嘅活剧咧，恩膏咧。就放咗喺呢啲地方。其实我哋所讲嘅水向低流落，根本嗰个地势啊，每样已经话俾你听，佢已经布置咗个局俾你知道咧。佢想讲一啲嘢俾你听。其实原来点为之放下我哋嘅身份呢？其实五个祭同埋七个节期就已经有一个好完整嘅 picture 俾我哋知道。所以你有心机嘅时候咧，你尝试去咀嚼下嗱，唔系话你一睇第一次就要明。好多时你睇咗之后摆喺个心里边咧，去咀嚼，慢慢。你会明白一啲，但系当然好多时候一个教师肯教嘅话咧，有时间教嘅话，喺呢方面就会俾你知多啲咯。其实你会睇到七个节期咧，同埋五个祭，咪已经讲俾我哋听点样放下身段啦。吓、啊，呢、这个咁样你就会理解点解到末世嘅时候咧，神用翻呢样嘢喺所有君王祭司同埋啲政要嗰度。箴言第三十一章第二十八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愿敬拜赤心，尽到圣所将爱慕献陈，侍奉永生神，尽到你居所，确信你恩膏满日降临。炼净我这心，期待上帝你倾听应允，临在圣所中施恩显怜悯，到至圣所将心念道说了世界给人，以赞美进到殿前寻找上帝恩，来到至圣所施恩处，被我神荣耀遮荫，献敬拜诗将风情音韵。